九九二的月通知哦，欢迎大家走进九九二。哦，没有开混响，不好意思，再来一次。那我接下来就给大家跳第一支舞蹈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我们看了一个那么性感的，我们来个可爱的，好不好？有花花的，把花花送一送哦，欢迎大家。谢谢男人，抢我天使，你们的名字。
我们有樱桃党的可以走一走，切土豆糕，喝牛奶，我们有点心的可以给你按心，我有牙疼，爱笑的我很无奈，只能任由你无奈。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，燃爆信息就在这里，九二四，谢谢我关的合作。谢谢韩哥，谢谢南哥，谢谢南哥。
点，关注多点一点，把蓝上的主播关注多点一点，还有我们九九二的预约，盼啊盼啊盼你能，还有我们的爱心，我们的爱心能动一动吗？随我清风的流年，不能，能不能让我念到你们的名字？让我念到你们。把关注点一波啊，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，听你此歌纪念我两年前上班的生活，老子明天不上班，老子明天不上班，双翻巴适的班，老子明天不上班，想咋懒我就咋懒，老子明天不上班，不用见客户装孙子，明天不上班可以活出一点真实，老子明天不上班，闹钟响也不用管，最烦每天清早八晨听到闹钟在那儿喊，睡都没有睡醒，脑壳都是糊的，人是木的，来到公交车站人多得爆，看到就烦，然后上车马上堵起，车动都动不到，公交车上放些屁广告嘛，唱歌还跑调，鞋子呀，地子脚，你还让不让人活？堵车本来已经够烦了，你唱你们婆。老子明天不上班了，不用七八点挤公交。明天不上班了，老子今晚要耍通宵。到了明天白天，老子想几点起就几点起，只要愿意，所有条条款款都算屁。老子明天不上班，双翻巴适的板。老子明天不上班。